变化万千的水草吸引吴生玉埋首研究长达30年。究竟水草的世界为什么让人如此的着迷呢？我们的岛今天就要来听听水草的植物物语。在河海交界的地带，红树林强韧地生长着，这里是丰富的生命乐园。不过有些地方却因为开发导致红树林栖地被破坏，有些地方却刻意栽种红树林造成生态危机。到底谁能决定大自然的未来呢？政府预计新建淡江大桥，缩短台北八里到淡水之间的路程。这座桥除了带来交通的便利，对生态、景观、文化还会带来哪些改变呢？这是台湾第三大河，每当夕阳西下，彩霞斑斓，落日辉煌，山河海共组淡水河口那无可取代的时代印象。如果在这幅风景里放上跨河的淡江大桥，揭开的是怎样的序幕？分散呢，有一个地点呢，分散掉哈，啊，先从右边开始往那边走。带着相机，穿着雨鞋，资深荒野志工周川夏带领着6位志工来到淡水河口，在这片蛙仔尾的滩地上，他们想要记录一场生态盛世。每年的3月到7月的时候呢，是东方黄景恒的筑巢的季节，它每一个巢位呢，我们在台湾呢。只是差不多都是3颗蛋，那在文献记录呢，里面有曾经有记录到4颗了，啊，它孵育日期呢，差不多接近25天到30天。展开地毯式搜索，双眼紧盯着地面，因为东方环景恒的蛋有非常好的保护色，稍微不注意就会错过了。来，等一下，我拍一下。他要坐标。这个气势都在上面呐、啊，气势都在上面。记下坐标，确认蛋的情况，预估孵化的日期，每一笔记录都珍贵无比。在北台湾做哺育的那个什么记录呢，比较少，他们中南部比较多。那也就是在民国98年以后呢，我们这边呢就发现都有每年都有几十个巢那个什么那个。蛋巢在这边孵育，代表这边是一个很稳定的一个孵育的地方。在开发严重的北台湾，这片滩地不但是东方环景恒重要的繁殖地，也是许多鸥科鸟类休息落脚的地方。连黑面琵鹭也曾经造访，但是未来鸟况会不会如此精彩，恐怕要画上一个问号，因为淡江大桥可能要划过这片滩地上方。从蛙子尾到北堤，台北港北堤中间呢，我们总共调查到95个巢位。那我们预计呢，今年的巢位可能达到150个巢位。那目前在这整个台湾呢，做有系统的巢位调查的话，也许就是这个地方。淡江大桥设立以后呢，它在这桥墩这个地方往右转，这一个地方呢，也就是变成呢大桥的那个桥墩的那个桥大桥的那个。位置所在地，那这个地方呢，等于现在我们所站的地方呢，整个巢位呢，也就这在预见呢，可能在它只要一动工，我们就发现不见了，啊，发现不见了。然后呢，这里又是整个巴黎最后的海滩，巴黎最后的海滩。第一个我就会不会怕人潮来干扰，因为交通便利嘛，人潮干扰。第二个呢，在施工期间呢。车辆还有机具的震动啊，会影响。淡江大桥的兴建计划在民国88年12月通过环评，打算在淡水河口兴建连接巴黎与淡水的跨河大桥。
搭配淡水河北侧沿河快速道路，被视为改善淡水连外交通的灵药。后来因为淡水河北侧沿河快速道路环评没有通过而缓办，直到台六十四线完工通车之后重启检讨。从整个路网来看的话，在那个区域里面，如果有了淡江大桥，它事实上会对整个它的快速路网会非常的完整。它现在台六十四线，从新店到八里，它已经接到台六十一甲，然后往南走的话，它可以接到台六十一快速道路，一直到往南部走。那如果说能够把淡江大桥做起来的话，其实它就从淡水、八里，一直到林口、桃园、国际机场等等，它是串成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快速路网。那对于整个区域的一个运输发展来看的话，我们不要光是讲说人的部分，我们讲货物的部分，其实也可以相对来讲会比较方便的。另外，台二线竹围到红树林路段，每逢假日就严重塞车，也希望透过淡江大桥来舒缓这段瓶颈。以台二线来看的话，之前我们也曾经尝试过去拓宽跟征收用地啦，因为它所需要的用地的费用大概需要七八十亿这样的一个额度啦，那而且事实上会拆到许多的民房，那这个部分呢，其实它的难度相对的比较高。未来整个淡海新市镇开发了以后，这样的量会更大，的确是有必要去做一个比较妥适的解决。在今年四月底，淡江大桥举行第三次环境差异分析审查会议，赞成方与反对方赶在会议前夕聚在环保署前表达立场。驳回环差，驳回环差，重做环评，重做环评。淡江大桥这个环评是十三年前的旧环评，在十三年后其实应该要重做环评，因为很多自然人文的条件都已经不一样了。到底现在在淡江大桥到底对淡水整体的环境、自然环境、交通环境有什么影响，我们认为应该好好的重新审慎的评估。那这条大桥的兴建不仅是为了淡水跟八里，其实它是发展台湾观光非常重要的一个桥梁，因为它可以让中正机场到北海岸到万里金山缩短将近一个钟头的行车时间，所以对发展观光、发展整个北海岸的路线，以及发展台北港甚至桃园航空城整体的串联都有很大的帮助。那考量整个六十四它已经完工了，那配合淡水跟八里之间轻轨捷运的新建，跟因应这个公开说明会的各个民众的一个相关的一些意见，那所以我们调整整个淡江大桥的这个匝道的位置形式，跟增加主桥的宽度，并且依照环评法办理这个差异分析。淡江大桥预计耗资141亿元，这次提案变更了四大项目。为了避开蛙仔尾自然保留区，八里匝道南移500公尺，改用占地较小的钻石型匝道进出。主桥为了配合八里淡水轻轨，在中央预留了8公尺宽度的共构空间。另外将增加台六十四线的联络道，淡水端的匝道也变更设计，来避免台二乙线的拥塞。未来桥型将采用国际标来竞图，期待完工之后缩短八里到淡水之间15公里的路程，节省30分钟的时间。对面的我们的台北港啊，台北港在5、6月有平坦直航台北港，接下来还有厦门直航台北港，所以这座桥真的是对于地方来讲，对于整体的观光景点来讲，甚是超重要的。发言的民众赞成的比反对的还要多，变更设计之后，这座大桥将带来的生态与文化冲击，还是让环保团体担忧。强烈的主张就是淡水细造的部分，我们很漂亮的一个文化景观，也等于是台湾的八大景观之一，也可能因为就是淡江大桥的一个兴建而产生就是这个影响，因为在这个国土计划还有新北市整个区域计划的一个工作都还没完成之前，我们表达强烈的一个反对。区域属于有国家重要湿地一个蛙子尾自然保留区，在这样的一个区域里面你做调查，那依照我们的技术规范的要求来讲的话，应该有一年以上的资料才行。好，可是呢，我们今天看这个报告已经给了一年半的时间，这个资料还是非常的缺乏。有关石上遗址受影响的状态，根据目前的修正计划，仍然保存的遗址范围
已经没有直接的影响，可是对于整体十三行遗址它想象中的规划啊，和它的最原始状态的理解啊，那我们现在呢仍然会受到影响。我会建议开发单位应该先跟文化部的文化资产局以及新北市政府协调合作，完成一个十三行遗址周边区域的整体思考啊。我们现在做的都是直接的影响，可是我们没有想到未来盖好了以后要怎样。超过两小时的讨论，最后决议修正通过。本案建议啊，修正通过，施工前加强海陆海域生态基准资料之建立。环境差异分析是在专案小组通过，但是后续还要根据各个委员的意见修改这个报告内容，然后呢再提到环保署的大会去做审查。六年的时间里面哈，希望能够把这座桥能够完成。交通是基础建设，但将大桥对河口地区的未来发展究竟是好还是坏？它的功能之一是增加淡海新市镇连外的便利性，但是目标300,000人入住的淡海新市镇其实空屋率很高。专长交通运输的学者张胜雄认为，在这个时间点建设淡江大桥有资源配置上的问题。这个地方要能够成为台北港的腹地的先决条件，说淡水新市镇的开发可以当作，如果它能够开发，我觉得这个淡江大桥是很有价值。如果淡水没办法开发，淡水新市镇不成功，那其实什么腹地啊，或者是联系啊，这些都是空谈。70年到现在有30几年了，淡水的新市镇还是不成功。为什么？不是因为现在也有捷运呢、不是因为交通，不是因为什么产业等等，就是因为这个地方有一些地方不适合人居。淡水迷人的是小镇风貌以及丰富的文史，淡江大桥可能带来大量的观光人潮。长期关心淡水的学者从区域发展的角度来思考新建的利弊。淡水目前它作为一个整个新北市或北台湾的一个观光游憩的祭点，其实以目前来看它的容量已经超过了，因为它在一个小小的小镇，目前的观光人潮大概是台湾最主要的观光区，依照观光局的统计，它的人数应该是最多的。那淡水只让很多人来，可是它的观光品质因为人潮的增加，观光品质其实变得比较不好，所以相对来看，政府应该从一个观光经营的角度来思考，这个地方到底应该怎么提升它的品质。淡江大桥就像一个木马一样，我们都知道木马涂层，当淡江大桥盖完之后，紧接着因为台北港如果依照目前是一个砂石码头，它终究担负了整个台湾北部营造的很重要的所有的砂石，所有的物料都要从这个港口上来，那大家想看看64线足够吗？所以未来绝对会是走向淡水这一条来支持台北市北区的一个所谓基础建设，还有这个生活物资的需要。那大家想看看整个未来淡水从淡江大桥过来到淡海新市镇到邓惠道，大概都是砂石车的天下。如果把很多的游客输送到淡水这个来，其实就破坏了淡水的小镇的这个意象了。你解决了连外的问题，你可能就造成区内的问题。淡水的市镇里面的街道，你可以拓宽吗？那你拓宽以后，你淡水小镇的风貌又在哪里呢？潮水涨落之间，时间流逝，彩霞将天空涂上斑斓色彩，余晖散发最极致的辉煌，景致独一无二，也成为淡江大桥新建案最关键的争议。我们希望是说，我们做了这座桥以后，不但不会影响到整个淡江西藏，而且以整个桥型的设计
更能够融合当地的一个景观，文史景观，或是说淡江夕照的部分，让淡江夕照能够发挥的更好。啊，那为了这样子的话，所以我们有几个做法。第一个做法就是我们会跟地方的文史工作者跟一些专家学者，对于侨行共同组成一个侨行评选委员会。那再来呢，就是说我们希望透过国际的一个竞图方式，啊，让国际的一些知名的这些设计顾问公司能够参与我们这样的一个设计案。淡水河口在台湾岛屿的北边，那它其实是让我们成长，对这个都会区或台湾的子民，他有机会来这边看一下，他会觉得世界竟然是这么大，世界是有出口，我们可以从什么样的方式去激励自己对未来的一些想象。我想这个是景观最重要的一个意涵。他为什么要加一个东西，对不对？那加一个东西，其实人造的东西终究是会不见，100年、200年或者更久。那它这么好的景观已经在这个地方，为什么要加上去？那你喜欢淡水的什么？就是海岸，然后就是这种舒舒服服，然后凉凉的感觉。觉得会有影响，因为毕竟这边很多老人家，就说放假的，就都会来这里看夕阳。大家坐在这里，其实大家就是来等夕阳。那像你说的，如果新建的一个大桥的话，那变成看过就很多车子嘛，就会影响到夕阳的景观。我是反面的，我的看法是觉得带动是另外一个不一样的景观啦，对啦，所以大家也是。人潮变多啊，然后景色有不一样的感觉，也有不同的感受一样。啊，以后看夕阳就桥顶在顶头安尼较好。这样嘛是一个另外一个景点，会不会是这样？湛江大桥后拜。拜。下面。看不到夕阳，没有什么景观了，美景都不见了。我觉得就是要远观啊，那如果真的打东西坐船也是可以过去的，嗯，就是坐船也可以有另外一种风味，就是出去。交通便利的话，更多人也会来这边观光啊，对，然后也可以促进这边的一些经济啊。所以他们一直在想要去发展这个新市镇，那新市镇发展不起来，他们就是想尽各种办法让它也要让桥也要做，让这个路也要开，这些都是花我们的钱。那这些东西是不是盖起来之后淡海新市镇就可以发展起来呢？它是破坏了我们的很重要的人文景观。淡江大桥对人们带来交通上的便利，对生态是无可回复的变异，对历史是一段记忆的结束。在获得与失去之间，谁有权利决定河口的未来？